嗨，哎呦，好久不见，哥，真是。你为什么要说我不理你？你为什么要说我不理你？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说我不理你？我什么时候说？有啊，你访问的时候说。哥哥好像越来越对我冷漠，我还以为他见到我会可能最近行程比较累，好像有点冷漠了。对啊，对，就说我对你冷漠了，有点冷漠其实。最好是啊，我觉得真的，你问一下 Summer， 真的我觉得有点冷漠，就是你没有以前我们拍综艺的时候你对我的那份爱。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。哇，这么多吃的！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白切鸡还要，非常开心，恨不得每天在一起。